皇马归为世界最强的球队之一，有钱有实力。若说世上有皇马想要的人，几乎不可能得不到，因为登上豪门意味身价立马飙升，常人实在难以抗拒。就连刚续了约准备带领西班牙主争世界杯的主帅洛佩特吉，接到皇马邀请就离开了西班牙国家队，不惜触怒西班牙足协。即使他知道自己并非弗洛伦蒂诺心目中的首选，甚至不是第二、第三选择，依然奋不顾身。可见银河舰队魅力之大，能够力拒皇马一纸合约的人实在是寥寥可数。一、托蒂。前罗马王子托蒂近日提到自己拒绝皇马力邀的细节，指对方自2004到05年开始就想要买他，更曾送上一件印上10号和托蒂名字的皇马球衣给他，诚意十足。托蒂的确曾经有考虑过邀约，但最后还是舍不得罗马的一切，球员生涯中始终不曾离队。托蒂还说，上次与弗洛伦蒂诺见面时，他在托蒂签名的球衣上写上唯一向皇马说不的球员。二、杰拉德·弗洛伦蒂诺的话可能恭维居多，托蒂肯定不是唯一向皇马说不的球员，除了不少球员曾自称拒绝皇马外，最可信的是得到前主帅齐达内证实的杰拉德。齐达内表示，2004年他仍是皇马球员时，曾向弗洛伦蒂诺建议签下利物浦的杰拉德。齐达内认为这名英格兰国脚是当时世界上最佳的中场之一，希望与他合作。皇马另一个中场巨星北哥也表示曾有相同意见，皇马连续两个赛季向杰拉德发出邀请都无功而还，北哥和齐达内也相继离队，皇马最后签入了另一名红军中场阿隆索。据杰拉德本人表示，在穆里尼奥上任时期，皇马也曾向他伸出橄榄枝，他趁对拒绝皇马感到遗憾，但没有为留在利物浦而觉得后悔。三、苏亚雷斯。杰拉德的前队友苏亚雷斯在4001镑转投阿森纳失败后的一年，获红军履行承诺将他卖给英超以外的球队。苏亚雷斯表示，皇马比巴萨更先与他接触，当时他叫皇马等一下，想看看巴萨方面的消息，后来巴萨也来洽谈，他就立即答应了。四、内马尔。前 MSN 组合的另一人情况也差不多，内马尔早在效力桑切斯时已是名满八甲的天之骄子，皇马和巴萨都虎视眈眈，而加盟皇马或巴萨也是内马尔自小以来一直的梦想。当年西梅盛传皇马与巴萨就内马尔展开激烈争夺，而最后决定除了取决于内马尔的意愿，很大程度上也跟他的父亲兼经纪人的选择有关。内马尔结果选择了巴萨，根据巴西的条例，球员及经纪人是有权分到转会费中很大的一部分。在内马尔转会后大半年，西班牙检察部揭发巴萨在内马尔的转会费中涉及违法的幕后交易，又不为人知的数目支付给其家人及经纪人。五、奥利松。皇马与罗马及利物浦的球员似乎特别有缘，本赛季在物色门将的皇马曾向罗马谈判巴西国家队门将阿利松，但出价只达4000万欧元，没有利物浦高。后来切尔西加入竞争，最终由红军买下，以7000万欧元创下当时的世界最高门将身价。据悉阿利松本人也不倾向选择皇马，原因是皇马未能保证他必定取得首发位置，而且当时齐达内和 C 罗刚刚离队，皇马的前景未明，也令他感觉不好。六、里贝里。法国边锋里贝里也曾是皇马险些签下的球员，早在2009年盛传他与时任拜仁主帅范加尔关系破裂，当时皇马向里贝里开出很吸引人的条件，但最终他改变主意与拜仁续签新约。里贝里在多年后和谈吐出，当年拜仁领导与他促膝详谈，表示他对球队的重要性犹如梅西之于巴萨，最终令他受到打动，决定留在球队。七、布斯克茨。巴萨的中场主力也曾经拒绝皇马邀请，本来应该是一个大新闻，不过那时候的布斯克茨只是巴萨B队的小角色，
那会像匪歌一样引起轰动。当年巴萨曾耽误了与布斯克茨清谈续约，皇马闻讯后随即找上门。后来巴萨提出续签合约，布斯克茨便毫不考虑选择留守在巴萨，其后也正式成为一队的成员并受到重用。八，波切蒂诺当齐达内茨之后，皇马最想要的首选替代品是热刺主帅波切蒂诺。他不但带领热刺成绩斐然，过去也有执教西甲球队西班牙人的经验，但热刺决定要留下波切蒂诺。而波切蒂诺认为，如果能为热刺夺得英超冠军，将会被视为伟大的成就。反观如果在皇马不能取得联赛或欧冠冠军，就会等于失败。虽然波切蒂诺认为执教已三夺欧冠的皇马并不存在勇气问题，但他很乐意履行刚与热刺续签的合约。九，内格尔斯曼皇马新帅的另一人选令人颇感意外。占据他们猎头名单前列位置的人，竟是德甲霍芬海姆的年轻主帅纳格尔斯曼。这名年仅31岁的德国籍少帅，没有因为获得皇马邀约而飘飘然，依然保持执教时的冷静作风，分析自己资历尚浅，只要打好根基，将来机会会有更多，认为自己还不是时候执掌皇马这样规模的超级球队。最终选择了转投德甲对手 RB 莱比锡红牛。10，温格在上任阿森纳期间，曾经差点签下无数顶级球星的温格，原来也是皇马的险些签下的对象。温格自称曾拒绝过皇马2-3次，第一次是在2006年，阿森纳在集资新建新球场时，温格曾向银行保证会留在阿森纳5年以上。他认为如果食言就是背叛球队。温格表示皇马是他自小就喜爱的球队，虽然银河舰队承诺给他全面全力掌管球队一切事务，但始终敌不过他在兵工厂的多年感情。